班是我是我十公分对吗？我只要一个班是我粗多少？二十。这么多？我说你这很小。刚刚那个模特，你没有注意到我上午抹的时候发尾是抹了这么一丢丢吗？对吗？那下午上半身是一个扣，我下面就是一个扣。我说的能明白吗？说。可以测，可以想象一下。哎，丹老师，就刚才你说油花到过了一百，那个是油，我那是野加干的。慢点，就是你说油花过了，就油花到已经不。那就是我的一百跟我们对一百有点，咱们一百是刚好的那一种。对，就你说一抻是发泄了，已经瓷的那个。一抻就是没有血了。对，不回弹了，已经不回弹了。那就是过了。对呀、啊，那油花到它也加热干了吗？加热干，一百。它过只要那种东西属于极度受损，那就不加干了。极度受损就不加干了。不然真的牛不好啊，可。你们内部吗？先给大家做一种展示。叫你造型做比较细，做点大，我这说起来太繁琐了。我这个内扣啊，比如说我想象这个后脑勺有弧度的形状是这种，对吗？大家都讲过，知道里面一定是短的，一定是长的，对。这是一种方式吧，因为一种堆积的，就是越来越短，这叫这也是一种圆形。但是很多二居是比较习惯是上面长，后头里面这样，对吗？那也说这个区域很好理解，就是里面短外面长就可以了，应该是一个这样的形式，对吧？对吧？剪出来以后切口，然后把它扭转过来，这样转过来去剪，长的是哪儿？底下是长的，对吗？你这样扳转过来，外机的弧度是怎么样压迫的，对吗？底下什么是长的？我为什么一定要扭转呢？我是确认这个剪发的位置点的时候，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进行扭转。我们直接如果是这样的切入的话，永远只能靠目测过去来照。对，我说这个，你呢？这就是扭转。
的时候可能有残留用心量啊，这些全都是小，你说剪头有什么难的，只要你自视正确其实都可以，很多种方法。就只要软化不太过了，加杆就没有问题呗，一手准到底。嗯。也不认识的话就管了。大家对造型感性还是对进化上染感性？都有感性的，是吧？是其实您市场上更需要的应该是造型，造型而不是上染。现在教你们这些剪啊、什么烫啊、什么的，都只是为了把这个学好，自己会入门，把这个学好之后，你们造型会更有灵感。